心中无论怎么空性，你就说得没意味啦。心中真正啦，我见到空性人，你灵接山，你都包袂入去啦。莫讲包山包海是虚空安尼啦。我行长鸟仔路，一句话咱都包袂入去啦。一件代志咱都包袂入去，一项代一项人咱都包袂入去啦。那么讲笑呢，真了阮代志。讲心境嘛，真了阮的代志。讲体验嘛，嘛真了阮的代志。讲回首嘛，嘛不少啊。脾气毛病容易发，容易动怒，情绪不下一点就病到外面阿妈跟阿弟弟，病到如果中风，阿妈跟条条做出来，讲叫要病去啊，都病到阿妈就。所以人当中当面有啥？个人的意见，个人看法，个人的主张啊。你想的对，伊想的对，互相无吞吐，互相做。最近电视前几部报一件。人有个海群书嘛，你捌看海群书过无？捌听哦。有个海群之马，有个海群之狗啦。狗也是小家同到小家，但这海群之狗是人弄的，人做的。因厝边头尾本来两家同，那无介好啦。就大家伫遐哩吼，相对物件，你若本事伫阮兜来，我就晒到恁兜去啊哩。就安尼下来下去下来下去，一天牵到这边的查甫人。看你只狗仔去对方个个放尿，个放尿个，哦，去对方个看尿，哦，几百块，啊，恁兜唔放，啊，看来阮兜门口放，讲了无欢喜，啊，就野啦，你知影无？就笑咪啊，大声啊，啊，查甫人讲来，你气就走出来啊，拢把对方拍着目睭喊我签名，你又兼了讲零点零五了，到0.1啦，零点一他们弱势了，可能无啊。结果告上到法官遐，法庭去，已经甲判三年，赔348万。因为一只狗仔放尿问题，你是害群之狗啊！啊，只狗仔哪会甲你放尿？不是啊，你做人贪钱啊！啊，搁是咱人为的人做。咱们日常在世间内面，咱的心无吞忍，忍都无够，计较，无情分，使咱的心内拢。是你的企业世界，不是你的世界，拢是企的世界。啊，所以讲，拢会拄着这代志。我们上无，啊，修行人是要远离对胎，不是报仇啊。我们要远离那个对胎心哦。咱的对胎心若无够，咱的修心未了。这边若较好的人，就这边讲这对一个注意，出，那出声话安尼啦。啊，这边人较好嘞，讲一边啊，出一点点呢，那个示威心没有断，生死不了。一面到高压，软高压，一面到高压，软高压，那不是在真修行啊？有福报，但无得上。啊，这是要让咱讲，你这个远离对待心，要让咱今天这样点心能够静下来，能够平等观，平等智而心无病啊。心无病，你用平等去看，一切随缘自在心，都有它的因缘在里面，但是我们要掺在里面去了。这东西空无处靠，也不会做啥，我要做调人啊，调解人。天上无有人，那天上无有人念，必然事无相好，也不会做调解人。为什么要做调解人？我来讲你这边，你为伊好，无为伊好。我来讲这边，你为这边好，啊，你也无为这边好。啊，两个我无拢在来讲，啊，我叫你来嘛，无路用啊。啊，两个拢叫，啊，我慢慢来啊。啊，无事必事做，公事必事做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有做些代志，咱要用足大神圣的智慧去关照一切法内容的东西，你要很清楚。企业世间，其实世间是混杂的污浊的物件啊。但咱的心爱保持清净，不是污了。咱的明心建立着咱的心。你能明心的话，你就清楚。动要动得清，静要静而明。动的心也清，动也是清的物件。你动啊动柔啊，无咩散步啊。啊，静要静要分明，看得清楚，你要算静啊。静的拢必观空明，不是啊。
都陪同你，也不是这样子啊。也许敬一个人是敬是修行人大的一种考验，信敬是看修行的大敬定啊。哎，迄个人来讲，我无欢喜啊！可能是也迄个少爷啦，也许咱可能忍即句话，下伫心肝内，下伫今年、明年，下到超过等于即句话，阿袂吐出，阿去遐个啦。我比一个修行者讲给咱听，神通上海公台目犍连尊者。有版本，过来版本啦吼。目犍连尊者呢，因为过去伊修到已经水中罗汉，已经证悟罗汉，但是叫伊的余业没有办法还。用过去伊还阁有做善业，有太平好，下种因缘在内面，还阁无得了。啊，所以外道拄着规只因缘外道了，足气氛就是去抬啊。啊，外道佫无人讲用外道命来甲抬啊。你讲其他人，我想人，你想我想，我即我命来抬我，佮抬一侪命，伊毋敢，伊叫遐贼啦，叫遐贼啦。那我见面伫厝的时阵，你打坐静坐伫遐静心的时阵，伊家己知影有人来。已经外道纠缠入来，要创啊，要那个偷的物件，甚至要个杀王啊。